博士太高够不着，工人对我不能放心，演员我对他不能放心，难选。这啥玩意儿？这亮啊，这蹭亮啊，这是。哎呀，活的呀，小伙儿，选妃子呢？就算是吧。这小谈吐的，做什么行业的？说相声。那开朗啊。捧哏的。咋捧啊？嗯啊。这是谁呀？我呀。我知道了，你就是躲桌子后面那个。可说呢，小伙儿啊，你把面具摘了让我看一眼呗。主办方说了，没有悸动的感觉不让摘。有原则。按说你这小伙儿也不错呀，你躲这旮旯啊，你这是跟谁香呢？咋的，命不好啊？哎呀，鞋挺多呀，嗯，挺仔细，就差头发丝儿可没数了啊。家里镜子小，容易数岔皮了。处女。大姐，你什么眼神啊？我巨蟹，俺俩匹配指数90%。不是大姐，我没明白，你到底是不是有什么事儿啊？我是主办方的，最近有很多滥竽充数、照片与本人呈反义词倾向的，我就是专门管这事儿的。哦，验货的。哎，对，验货的。那咱验一下啊。啊，来，准备啊，开始。摘，摘喽。哎，对，笑，你笑一个。你生气，你害怕，你帅。哎呀，这小伙360度全死角啊，站着跟一汪水似的，透亮。大姐，你说的是冰灯。我剪两个光圈，就是鼻孔比贾宝玉大点，挺好，不能生闷气，全能出来。是，就感冒的时候流量大点。哎呀，你这小伙还挺会逗人的。你多大了？35。这岁数好啊，离多长时间了？还没结呢。稀罕呐！哎呀，叫啥名？黄晓明。明星啊，重名了，买房呢，在东陵，多大个？100平，挣多少？5000出头，上不单的挂点零。行，停，大姐，你不是验货的啊？你本身就是货，是吧？小伙儿呀，来，哎呀，这是我资料啊。哎，大姐，你别摘呀！给你资料，我不要。不干啥？带上，你带上。哎呀，这都不重要。我得问你一句，你还能生不？哎呀，大姐，我有点热，你让我凉快会儿。哎呀，大姐，你别抓我呀！喂，你快来呀！我相中一个大宝玉呀，那才白呢，我这要滑，抓不住。你再不来就掉湖里了。哎呀，他就出溜回去了，快来吧！大姐，你误会我了。你误会我了。你误会我，误会你，误会我了。你误会我，误会你，你又误会我了。你误会我，误会你，再说我就不会了。你，宝玉呀，听我的，你就站这儿啊！你答应我，你可不能走，你等我10分钟，我10分钟回来之后有惊喜。啊，别动。动一步你就遭雷劈。人呢？哎，哎，这老太太把面具都摘了。哎，湖边白净，宝玉有点那感觉，可这滑溜干啥呢？哎妈呀，活的呀！你猜呢？不好意思啊，小辈冒犯了。那个，您这边坐会儿。不坐，我不愿意动。咋不愿意动呢？站着像冰灯似的，坐会儿多好啊！有个大姐不让我动，让我等惊喜。哎呀妈呀，真听话。那我陪您站会儿吧。哎呀，你上来就摘了呀？啊，这样好。呀，挺好。您来一会儿了？来一会儿了。那都见着了？
见着呢。感觉咋样？挺好，激动了。激动啊！是。对主播爸爸说了，不激动不让摘面罩啊。你摘的好啊。我以为我找个角没人能发现我，没曾想没过十分钟真有惊喜。您站哪不重要、啊、重要的是你反光啊。是。你叫啥？杨丽萍。舞蹈家。重名。家住哪儿？北大营。干啥的？搞金融。好干吗？上午绿下午红，一会儿牛一会儿熊，分分秒秒找平衡。行，这小谈吐的有点像逗哏的。您高寿？35了。心理年龄？嗯，表皮年龄。那您觉得这年龄差没关系吧？只要你点头我都能接受。哎呀妈呀，那咱这事就成了。哎呀，终于找到对象了。哎呀，谢谢啊。不客气。大姐，你来添什么乱呢？不是你认识咋的？谁呀、啊？这都这就相当于我闺女。对呀、啊，伯母啊。啊。你等会儿啊。这小伙子愣。丽萍，你认识他吗？谁呀、啊？我是他媳妇儿啊。嗯。那我是谁呀、啊？你看你这小伙子，你就是我前媳妇儿的男朋友。哎呀。啊。等会儿啊，你别说，你说我谁？你是我前媳妇儿的男朋友。前媳。啊。你等会儿，你别说，你说，你是我前婆婆的后宫了呀？哎呀，哎呀，查皮了！哎呀，你别说他蒙圈，我都蒙圈了。丽萍啊，这是妈给你定的。不是妈，是你看好了打电话让我过来，帮你瞅瞅吧。这大宝玉多好啊！丽萍啊，妈可不缺这个，妈一天天能陪自己玩，妈一天天没闲着。妈，你这一天天总是一个人，我心里也不放心呀。再说了，这不是你先发现的吗？丽萍啊，这事儿妈得说你了，这事儿可不分先来后到，也不分几手的，见者有份。妈，我也不着急。我也不着急呀、啊。我为你着急。我最着急。宝玉啊，你别着急，一会儿你就有主了。我先跟他掰着掰着啊。对对对，叔，你等会儿。丽萍，我刚我跟你说，除了鼻孔大点一点毛病都没，这个人大宝玉多白呀、啊！一个人在家，我真的没事，我真没事。他发现的，我不能跟你抢，知道吗？别吵了，瞅你俩的意思，这人要把我劈开呀、啊？你们俩什么家庭啊？我怎么觉得自己这么像《雷雨》里边的周平周大少爷呢？小伙，你晃啥呢？我看能不能让天上的雷把我给劈了。大姐，你说的对呀、啊，我命不好，我说相声说相声没出名，做生意我能赔成零，好不容易相个亲，要么冷清的要命，要么虎鹤双形，啥都来，一起来，完了还倍儿仗义，整的我好像不把自己裁开就不足以谢天下。不是，你俩能不能先商量商量，给我个准话，让我能听懂的话啊。嗨，她不是我亲妈。哎，后妈呗，那我还纠结啥呀？我不就是周平吗？哎呀，不是，她是我儿媳妇。对、啊、儿媳妇啊。对，儿媳妇，你跑这儿来相啥亲呢？哎呀，我这一天呢，哎呀，岔劈了。她曾经是我儿媳妇，3年前呢，那和我儿子离了。我儿子这事业在外地，他俩人异地婚姻很难维系。打那以后啊，他高兴不高兴全往我家跑。嗯，过年过节抽空就来陪我。时间一长，我就开始合计，我开始反省了，
我总一个人待着，我知道那滋味。我儿子对咱娘俩的关系也默认，我们家欠他的，我一个人弥补不了。可我老太婆阅人无数，我这眼睛可刁啊。沈夫，寻思今天替他把把关，带他来转转，还整误会了。小伙儿啊，不管你愿不愿意，大姐我对你那都是纯洁的。